你来了，我有急事要找村长，可他刚好出门。真的吗？啊，哈哈哈哈，这是出了村子就能看见王者森林。哦，等等，你按 I 键打开包裹界面，但这个操作是需要花费一定费用的。无法使用。做只是每扩展一次。我想你已经准备就绪了，那就上路，那里有一座竹林卫岗哨，那就拜托你了。少侠是队长，鲍队长给我捎了一封信。本来这封信信上写的是补给品的事情，可村长刚才和范建去了枯井，那里面尽是些冲脚，村长肯定是深知肩上的重担才这么做的。可这去的时间也太久了，你如果没事能去枯井那边看看吗？我要给村长留下个好印象。